好，我要自己来加入。Hello， 大家在看我们的这个同时，我们在加入。哎呦 ，Hello， 哎呦。こんにちは。叽叽叽叽叽叽叽。再露一下脸，是不是？こんにちは。早安。不是早安，对不起，讲错。晚安，大家。Hello。哇，有加拿大的朋友，房间的发型很特别，时髦吗？复古啊，对，他今天是复古北北风，一定要加北北，帅，复古。想问大家知道第七集要吃什么东西吗？第七集，要配什么？什么东西配什么东西吃？Nice look， 有人说 good， 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如果玫瑰姐姐上线，可以帮我们翻译一下日本。今天有吃饱吗？ Hello， 我们刚吃饱，吃完。香港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要吃什么？我看一下有没有人答对。今天书生啊，对，哇，小秘书来了。是小秘书哪里？是吧？不是，是不是？是小秘书。哦，小秘书的假小秘书，假小秘书。那我说小秘书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呢？对不对？哦，有人说法式牛肉面或牛排配啤酒，没有。我刚刚看到有一个粉丝分享今天要吃的东西，我觉得太正确了。嗯，今天要吃醋哦，这个回答也很好，因为吃醋本人喝水喝水。那天吃了多少？第七集你吃了多少醋？蛮多的。蛮多，我早上先喝一杯苹果醋，然后吃完饭又喝梅子醋，然后晚上喝完晚上又喝琉璃醋，琉璃醋，琉璃醋突然倒，有人答对了，夹心饼干，因为对琉璃有提到说，就是我就像夹心饼干一样，拿着奶面都会变得面目全非。轻易的圣诞塔哦，是写错啦，写错字的部分是写错了，大家有抽到的人来问这一题是吗？好可爱哦，琉璃醋 ，Hello Hello， 阿仁很厉害哎、哇，真的。今天是我们应该算2023年的最后一个直播了。对啊，哇，时间过好快哦。对啊，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，或者是你看了第七集，第七集有没有什么？你有没有什么心得？第七集，大家今天都在表白阿仁的白眼哎，阿仁。一秀工具人，没人算阿仁吧？其实阿仁很厉害，其实阿仁就阿仁跟赖仔助攻的真的是没有他们就不会有。对啊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请阿仁的原因。你说助攻吗？对啊，算好这一天了，算好这一天，这都是我布的棋。一脸正经说鬼话，真的笑死。白眼翻得很好，阿仁的白眼道尽了我们的心声。哇，我们应该现在立马
连线阿仁，但他应该在休息。我们今天没有先 Q 他，白眼很经典。后面老板吃醋更帅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离开聊天室来，好好跟大家聊一下。大家是不是都在准备去，就是跨年的路上？嗯，太早了吧？就是没有，有的人在101前面排队吗？哎，我不知道，但会不会有的人已经就是，譬如说他不想要在台北跨年，或者他不想在原本的居住地跨年，他赶快去别的地方，去什么露营啊？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今天有听到我的发型师说他去露营。反正如果你有在看的话，我帮你告诉大家。想说，问号啊，问号。对，喜欢很呛的老板。哦，有吗？我很呛吗？还好吧。我还好吧，还好啊。第八集，比较呛。第八集大家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老板跟助教，我觉得我很喜欢。有够强，喜欢老板在楼梯间卡位的动作戏。哦，那场戏我们拍很久。对，那场戏拍完，两个人给我汗流浃背。我想说，到底在冲啥？而且那个楼梯真的很窄，那个真的是我们两个在然后脚在那边爬，对，然后吴昕又很就是又很高，然后哇，对，然后手长脚长，我完全扒不赢他。你是有去练舞的，你有练舞哎，你可以飞踢他，大家都想看，就是你各飞踢各种，不能动粗，不能动粗，真的是棒。今天有小时候的画面，所以看到这，大家应该已经多多少少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楼梯间好紧，小莉莉当夹心饼干当的开心，会吗？啊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那一场戏，跟第八集看得很快乐。哦，第七集跟第八集其实都蛮多，我就是不一样的古迹，不一样面向的古迹，对。然后当然第九集也是，然后跟第十集，好像每一集都是。第九集我觉得像没有讲一样，从第一集到第十集都是不一样的现象。然后大家想说第十集说什么有讲，所以每一集都很重要。就我们今天可以好好很放松的跟大家聊，毕竟已经是2023年的最后一场直播了。哦，你说聊完明年就不追究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可以耶，就是下对话就是尽力不负责，不负任何责任，小心又爆雷。哎呀，该讲了，我们都讲差不多了。两位会一起跨年吗？我们我告诉他们，不要跟他们说。哦，原来小丽那时候白眼是因为哦。好啦，大家今天看第七，其实刚古老板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第七集的时候为什么我还要跟助教去吃牛排店？对啊，就不是为什么在我店里吃的不够，还要再去外面吃这样？生气个屁啊！不是因为就他在我家楼下堵我哎，不是你可以跟他说哎，我有事啊，我不要，就是改天下。小莉莉就是，你刚好不是这样回哦，你刚刚说啊，那时候就我不爱你啊！哎呀，哇！你这个花心仔，这个花心仔！我跟你讲，里面最渣的人不是古晋，对，是戏里玩最多的，其实是。对。然后乔姐立马跑回来，乔姐在赶来的路上说：“你们不要乱讲话。”没有啦，就是我觉得第一是，刘丽一直都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，然后他不想要得罪吗？或者是说他那时候他还没有勇敢拒绝，对。但后面大家就会看到不一样的刘丽，就是关于要怎么拒绝这件事情。其实你那时候应该也是，就是突然一个你之前的，你现在讲什么？等一下你现在在讲
你啊，第七集还是？对啊，第七集，就突然他无限的出现，会让你不知所措。对啊，完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然后对啊，我相信一定是对，所以你那时候不行，对，所以你那时候心情应该也不是说就是我觉得心里会很乱，理智的去判断我接下来要干嘛，我要什么，然后又再加上你原本已经想好说可能跟古老板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，然后你发现他反而躲起来了，这件事情会让你更不知所措。小莉莉，小孩还才做选择，关系还没确定吧，一定会有所疑虑。对，分析的很对，没错没错。其实小莉莉一直在等，等谁？等古静哦，无心等于无心。喂，那时候第一次看到剧本，也想说，是不是有这个意义在？无心，小莉莉在等老板开口。对啊，但有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就跟人生一样，很多时候，像我是一个爱规划事情的人，但是不是每一步都会照着你所想的发生。那你就要学着成为一个有弹性的人，然后学着要怎么去应对每一件事。每周都有固定的环节爆雷，不会，我们今天不会爆雷席位，爆雷席位，好像很不错哦。有人说帅邦在访问说生理反应是在第几集？生理反应有第九集啊，可以期待一下。我觉得这好像。反正小编不在，这个空间现在真的只剩下我们两个以及我们经纪人，但他们拦不住我们。我们刚刚录了第九集一起看的片段，我们有吓到，就是小编回来了，哇，不能讲了。不管今天最后一次直播，对啊，最后一天啊，怎样放胆讲啊，要爆就来爆啊，小姐在来路上。没有啦，我们看了第九集了，然后我们有意外，就是原来好多时候青鸟一直在旁边哦。就是我们两个着实吓到，那个声音大到啾啾啾啾啾，就是哇，你们那时候那么大声，然后难怪导演，对啊，导演一直说，导演说你能用那个声音，导演一直很想把声音很大声，对，想把那个声音就是剪下来，然后可之后可能比如说。别部如果他们需要大声的声音的时候，就可以来用的。对，如果有青鸟经过的声音，啾啾啾。另一种客串。对，另外一种客串，下次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客串在哪一个系列，然后有我们的青鸟。好，其实今天有很多好消息要公布给大家。有，我觉得大家等一下会、这个、会下来。真的。但是我不知道，是大家真的是去跨年。没关系，不管。好啦，我们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，有在关注 VBL 的 IG 的话，就会知道我们最终会一起看的时间是在没有抽奖，先问大家。我觉得这个就当抽奖的名额啊。你说现在吗？啊。那要抽什么？拍立得吗？就直接这个了吗？当然啊，期待这个最终回这么重要，然后有一个答对了。不行啦，两个腐女，他们拿走粉丝会生气吗？因为第一个神秘小礼物，今天就是神秘小礼物，神秘小礼物，不公开就对。没有啊，等一下就会公开，等一下会公开我们神秘小礼物。这神秘小礼物很厉害。这题有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已经到了，我在想另外一个。好啊，那是农历几月几号？不是啦，要考验大家手速。而且海外的朋友一定会想说农历，农历几下，农历几下。要翻农民历哦，要去翻农民历哦。好啦，我们等一下再想一个东西让大家说，因为这礼物我自己很想要，然后因为真的太神秘了，在还没公布之前。这个真的很可爱。我好怕你把它很可怕，其实好像没有啊。我要让大家觉得哇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大家可以先听这个声音。ASMR， 这是 ASMR。大家答出来，农历12月4号。好，
好厉害哦，好厉害！就是、再过一阵，整个就要过年的部分给露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有吗？有，但看不到什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哇，真的超可爱。对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，好啦，不用装了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新的周边，我们都很喜欢。对，對没错，我们第一真的是直接少女尖叫，两个人都少女尖叫，哇，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给大家看了吗？我们再跟大家讲一次，因为刚刚大家已经有很多人现在才上来 ，Hello， 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对，然后我们的最终回的时间是定在明年2024年的1月14号，时间的话还在安排，然后地点呢也还在做选择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。想要见到静丽的，可以把那一天的时间就是排成下来，然后好好的跟我们一起看最终回，然后说不定当天也会有一些小惊喜。没错，一定会有小惊喜。没错，那我们先来公布一个，这个先不要，这个先不要。对，我觉得可以先这个最后，然后再最后这个。我们今天太多了。那我觉得可以给大家，就是他们想要点哪一个，哦、oh, ，就给大家猜，就是。到最后面一次公布这样啊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比如说，你选，就是你们觉得哪，就是你们想要第几个这样？哦，好啊。到最后面看哪个选择最多，跟大家玩要不要玩一下？好啊，我们来公布，好保留席位，看完会上飞回欧洲，谁？14号吗？你十四号要马上？什么意思？你要？嗯，好，有人哎，两个腐女，那个吧，就是那个。他说什么这样？欧洲哦，要去哪里玩啊？工作吗？周边有新的衣服吗？下一瓶。可以讲了。他们有看过了，就是我们。没有。他们知道我们那天在干嘛吗？不知道。上次有点爆的，我刚才讲出来。哪一天？就是我们八个人集合的那一天， oh, 我们要做健康操，我们大家一起在公园做健康操，这应该蛮有趣的啊！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！对，就是也有新的衣服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新的衣服吗？蛮可爱的，新衣服很可爱，新衣服有上面有我们四部戏的小 icon 在上面，对对对。所以那个粉丝是要回德国，他说他放假回台湾，刚回碰到你的最终。哦哇！那我们最终回见，然后最终回见就把青鸟带回德国吧。嗯，好啊，好啦，那我们就对我耳朵现在超红，因为刚才你把我雷下去，然后又要被乔姐就是手刀冲过来。啊，我们来先让大家看到其中三个。哦，但我可以看我们后面的这些外观。我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不能讲，完全看不出来吧？他们远一点，他我这样好，好，这样，大家觉得会是什么？好，大家觉得会是什么？一，大家一定会先看三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公布好了。好啊，没错，这个吗？来，我个人很觉得这个好可爱，青鸟的小吊饰，完美手收。你可以把它拿出。很可爱耶，肚脐环谁啦？我们可以猜吗？已经在猜了，还问说我们可以猜吗？项链，超可爱的。它后面很可爱，它后面还有双面。我们现在才看到，大家才一起哦。真的，这个好可爱哦。这个我们是不是到时候要不要？集体拿去过个炉什么的，感觉就是过炉，因为青鸟会有信，就跟御守一样啊。哦，那请问要去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大家有知道什么要跟青去十玉石玉过门口啊？我们到时候我跟你讲，我们要有个仪式过牛肉面这样子，这个好棒哦！先给大家看近看一下，它是。编织的很有质感，是青小胖鸟、小蓝胖鸟，电绣，然后 VIP only， 真的，你看有人说果然会发出少女尖叫，超可爱，真的这个很可爱，
玄宇亲自帮忙过吗？好、啊，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就我们两个在那边，哎，幸福哦，幸福，幸福哦，好厉害哈，好厉害哈，叫好厉，叫好厉。好，大家注意一下，他们这边有一个防伪标签，所以不要买到盗版的。这么一个 BBL 跟 Story Plus 联名的，有没有？他这个有防伪标签。对，我们要支持正版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下一个。这个也好可爱哦、喔！这个后面搞不好一定有惊，有不知道什么惊喜。我这样在拆礼物哎、欸，嗯，哦，太快乐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真的很可爱。先给大家看正面，你们是不是还没看到背面？正面是古宅，哇，然后呢，背面是牛肉面，超可爱的。这个我们就真的拿到食欲去过炉，食欲老板娘想说，我有答应吗？对，就是拿了肉牛肉面这样大包，然后说老板娘，我们点一碗牛肉面，你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吃饱饱睡暖暖，然后就这样子在。那叫刚出炉的，对，那叫刚出炉，对，修才有烟。哎呀，很可爱耶，真的很不错，这个我也好喜欢哦，超赞。完蛋了，我觉得我一开始以为我们接下来要开的这个应该大家会最喜欢，会不会大家说哈是这个、喔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绝对爆掉，因为这个想说这个绝对爆掉，我没有想要、這個、爆掉，我没有想要你们的脸呢、欸，要不要？现在先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刷一排加，哎、欸，我耳朵好热，要不要先盲刷，我们这一代购开起来，要的加一，直接盲开哦，不知道什么，就是有我们两个脸就对了，有我们两个脸。要了加一，好来哦！来哦，三十上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看得到吗？有啦，有，有啦这个，哦，我有金牛，对呀、啊，它是一个，就是算钥匙圈啊，都是这三个都是，对，然后它是很长条，但是如果我在路上看到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很可爱，会吓到。会吗？我想说，欸、我要跟他相认吗？就掉到地上就哎，陈、欸、轩，对，这个大家买起来，然后不准弄不见哦。这还原度超高的、欸，因为那是你照片啊。对啊，那个他连我头皮白白都反光了，就跟头发太大，就跟这一样啊，头发太多，这是反光了，没有涂、啊，我们没有涂，我们没有涂，超可爱的。bling bling bling， 好热哦！为什么？还有声音吗？太热，人气调低一下，谢谢。这个好可爱哦！这个我刚刚一看到它，然后我们就跟就是我们的老就是 Vido 的长官直接说我要，然后这个我也要，就是钥匙圈我都要，给我。好可爱！再跟大家介绍，什么意思？还有两个周边，还有两枚，还没来吗？我们没有看到吗？对，我们很猛，我们要这么多周边的，因为猛哎，都算闪了，还有在哦，上面有镀膜吗？你说有因为他有特别说，记得要拆封的时候要把膜要把膜撕掉，那正反面都有，正反面都有保护膜要撕掉，这边有一个，跟那个如果大家透明的膜有没有看到？这里。第一排上面也有、那有人问说怎么会没有水豚周边，我就问水豚就出现一集，他凭什么有周边？从那边撕，撕开。我们禽鸟出现这么多集，一直提到他，他现在好不容易才有。哎、欸，我前面也有立牌在出现过，没有看到啊？这膜现在才不用啦，它是有膜的、哦。对对对，就是大家不用紧张、嗯，这个我们都帮大家贴好保护膜。你就不用去外面贴，外面都要一次都要500块。哎、欸，有人说感觉用到最后会剩，会剩下古老板，就是下面会先青鸟不见，再來是游历不见，然后再古宅不见，然后就剩古老板。好像也不错。我会伤心，不准。好棒哦，好棒哦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，我们今天看到也是少女大尖叫的东西。哦。我们先给大家一点小提示好了啊，反正先忘记告诉大家，就是我们现在开箱的三个周边呢，会在 Story Plus
贩售，然后大家到时候官方应该都会释出连结，大家再去依你的喜好做选择跟架构。没错，水豚周边很可以啊，不要。真的要带金炉去加？有人说我们最终会带金炉去加持，因为他上礼拜还提到金炉，不是上礼拜，上次还提到那个金炉。这场地合法？不会因为这样借不到场地？应该不要啊，我觉得先不要，我觉得先不要。笑死！好啦，你手上握的是什么？小蓝胖鸟，相信大家对大家这个生物应该不陌生。大家，哇哦！就是每次只要出现他，然后就会有人一直说啊，小蓝胖鸟应该要出周边啊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两个就不是只有我们两个，真的就不是我们，就是、我们常看遍台湾所有的森林，我们找到特别的木头，你自己打开，还有木头味道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这我一一把关的，我没有在跟你撞啊，真的啦，真的啦。对不对？超香的，超香的，你知道还有是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？芬多精的味道，没错。小蓝胖鸟呢？它即将成为大家的手绘版，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画出自己的小蓝胖，就是我们这是一个，这个叫什么？它应该要有个正确名称，对不对？可爱哦，可爱吧？就是绘画版小蓝胖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。它现在是还裸体的情况啦。而且这些小蓝胖鸟都是手工科，这都手工科的哦。听这个发型的，这都是手工科的，手工科的哦。嗯，手绘版，对，没错，没错。有在整个 set 里面呢，有调色盘、水彩笔，然后颜料，是真木头，是真的木头。想当然而，像小裸胖鸟，想当然而。这时候出现这种要手工的东西，你就知道他们行销最爱叫我们做什么事情。我们要来画它。好，要画它、欸。下面大家也很懂哎，我想看你们画。OK，OK。先帮大家试试看。好啊，先来帮大家试，帮大家做。看会不会掉色，对不对？手抖就完了。应该是，哇，还有，你看它还有，不得我们的水彩笔。对，有个粗的跟细的是可以刻字，然后粗的就是刷大面积的颜色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绘制的。手绘版小蓝胖鸟、哦、这些也会成为抽奖的礼物，那要怎么抽就待会会告诉大家。什么意思？没有要画黄色小鸟了吗、对，我们在因为我们在夫妇里面就是默契的时候，然后黄色小、红色小鸟，黄色小鸟开得起来吧，可以。你看起来困。可以。你帮他一下。可以。对。那眼料很满哦，大家要小心开。你看他眼料很满。Sally 哦。Sally。发行商想说，到底要怎样？我们没有偷工减料，也要写。没有，谢谢。我们可以绘画出很完整的胖鸟。又要过金炉开光点睛，到底什么邪教？没错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绘画出我们自己的小蓝胖鸟。那在绘画过程，我来看一下大家聊了什么。大家说想要可以画画一边聊天吗？这对我们来讲超级困难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那小编又离开，那经纪人姐姐，你可以就是对，就留言说什么你就好告诉我们什么。对，水豚，不要再讲水豚了，水豚它咬我屁股哎、它咬你屁股？对啊，那你就叫杨一轩来，很可怕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美术系。I da car。
硬要用错误的英文，我不在乎。好啦，我要来一个，我想要黄色。好，我们交换。好，小蓝胖头。最后完就不是小蓝胖，我是小黄鸟，就是不一样耶。大家有学过就是怎么调色吗？颜色，你说颜色讲，对对对对，不行，我通常到最后就是会勾出一堆腮线，就是穷不拉几。那调调算了，直接用颜色，然后不调。对啊，我想要让他的尾巴是黄色。哎，不得不说，哦，他们想要你蛮难搞一点，这样。Dory 他们很厉害，他们颜色很好上。哦，对啊，你看我只上，但我没有沾水啦，我是直接沾颜料涂。但就是你看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很好上，哎、欸，超好上的，很滑顺哎。帮我问一下，这很鼓溜哦，鼓溜鼓溜，这非常鼓溜。哎、欸，古老板，你也要花？你有一只的，你有一只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只，你以为帮我，这就是古老板的鸟。上面裸体，就是裸体裸鸟，帮他画胸肌，帮他画胸肌啊！奶茶色，嗯，好，那小编跟那个金俊杰姐们就跟我们聊天。我没有跟你讲话，你们就不能自己想。对，因为我看到粉丝问那个随机卡包，我再问一下他们。随机卡包，就是、然后对的，他们说现在买不到了，我来问一下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有人说我的中签率。率很低，然后又有人说我的中签率很高。大家不要开个交换帖，就是我们这样画的，大家是不是都没看到？看不到了。好，那还是你们坐后面，镜头你们坐后面一点，坐后面一点，坐后面。完蛋了，现在很认真，然后都不会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想要说完蛋了，现在点进直播的想说是啥？这是啥？我按到静音吗？美术社的直播。你们喜欢什么颜色？蓝色。我喜欢黄色，还有红色，这是我的幸运颜色。哦，是哦，我自己觉得啦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有去找那个。你说去算命吗？对，然后这样讲，好，那我开始喜欢蓝色的。没有耶、欸、有人说交换画，所以等下画到一半交换色。哇，这么酷，好啊，没问题。有人说啊，老板的签名抽，然后有人抽到雪域的三张啊。我的签名很难抽。哦，你说那个手写板吗？不是那个。那个随机卡，因为随机卡有一张是刮刮卡，就是要刮了之后才知道你们抽到谁的签名的。黄色尾巴，我老板画超慢的。精雕细线，精雕细。那你们觉得自己的艺术天分大概是有几分？就是10分吧。10分，满分100。满分100。我的话，因为我从小就是蛮喜欢艺术类的东西。我没办法，我现在没办法讲话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没办法一心多用，我就只能停下手。然后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刚刚干嘛？你继续放一句。你、欸、他这个颜料碰水就掉哎、欸，就是所以你们不会有，比如说我。红色画完，我画黄色变黄红色这样，嗯，它会就是黄色就是黄色，红色就是红色。等下在调色盘上，它有附一个调色盘，有小调色盘，好可爱哦。那我想要做。不然没有打算要混色。对。灰什么？混色。不要啦。哎、欸，真的有很多粉丝就是没有抽到炫宇的小卡，单人卡，还是他可以在直播下面就是问看有没有谁有。但是我那一天因为我们彩虹文化节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卖了嘛，对，然后就有粉丝说，就是有两派粉丝吵起来，就说有的很好，没有不是认真吵啦，就是开玩笑吵，然后就说哎，玄宇的很好抽，就是他都有抽到，然后有人就说他买了好像100吗，
因为他们说小教育的想法真的难说。啊，拿到我的要不要割爱一下？你可以用一张跟比对啊，用一张跟大家当好朋友嘛。哎，可是小卡真的心头肉哎。是吗？但如果他抽了十张我的呢？要复数卡。复数卡是什么？就是可能九宫格这样，九张都是同一张。对啊，同一，就是一整面都是同一张，感觉会很赞。就是迷妹心理，我很其实是迷妹。对，我们的小编是大迷妹达人，但不是爱我们。嗯，有啦，应该有。我太专心了，我太专心了，专心了，太专心了。画廊，我就说 那时候他们说要我们做这件事，我说完蛋，就会跟上次圣诞树一样，我们就会很安静。陈轩宇，你要现场？哦，我消失了，真假的？陈轩宇，你的进度在哪？我们看不到。有不错，我进度很多哦，我不给大家看。然后最后再给大家看，为什么对？为什么是这种腔调？对，你是艺术家的话，就会有一点怪腔怪调。跟我们聊天啊，赶快跟我们聊天。这个直播会很干，很安静。有人说古老板现在在雕花。雕花，对，很有。雕花。有人说你上的是鹦鹉的眼。就是鹦鹉的颜色，然后你的小朋友是鹦鹉的颜色，怎么换？因为鹦鹉有黄色、红色，他们会掺杂在。我这是钢铁人。哎、欸，小编这边有那个双面胶吗？双面胶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还是双面胶？我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。双面胶？美工。你要什么胶？我拿给你。我要双面胶。双面胶好。没错。确定吗？双。你要双面胶？是的。做一点跳脱的艺术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。我们在听。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脑袋卡了。完蛋了！你干嘛？你画坏了？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就刚刚一边画一边想到，大家期待的英哥陶瓷。我们收到炉、哦，我们也开箱炉，影片我还在剪炉。那不是上礼拜有说？上礼拜有说吗？有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嗯。我失忆。没关系，让现在。哦，加入嗨，我们有英哥的影片，然后我们还有。到底。很不错的哦。对，我们很喜欢。啊，我竟然说过。说过。有。然后你有。就是给大家一个期限，祝你在什么之前会生？好，嗯，完蛋了。说，完蛋了，明天之前了。啊，你只剩下你，我只剩几天，你只剩两天。我现在立马发包。欸、这其实蛮好玩的。而且我觉得，你的正，等一下，你刚刚城邦的正面啊，真的看不出来的，都没有进度。就是很像在零趴动作，根本没有在动作。而且他吸收的好快哦。已经干了吗？我的黄色干了。哦，我看到有有哈，有点 feel 了哦。有。嗯，完蛋，现在已经9:10了。真的快一点。这一段会极度。真的有在画吗？有啦，不要紧张。而且他手工哦，有人喝的很好。老板是不是在画彩虹？对啊，马上被抓现。其实不是彩虹。然后嘴巴刚刚忘记闭起来。你说你对太认真了，嘴巴就一直微开。测你。彩虹胖脸，就是，我觉得大家算了，我还是不要讲话了，我没办法跟大家讲。
说感觉一直在戳小鸟的屁股。有我吗？我哪有？没有。就是我觉得大家买这东西，如果你家里有啊，我知道这可以干嘛了。你过年拿回去，你们家那些小孩都不会烦你了，你就发一人发一只，然后大家守岁的时候不要吵，就是话。一盒是两只。但我刚刚看到它好像有别的版本诶，在这个纸上面它有讲到。哦，你说代工？对啊，但是我不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。是会有吗？有人说两位老板是要跟我们一起跨年的吗？划到1月。对啊，等一下我们就是在这里，然后直接划到明年。哎、欸，跟我们讲话快点！不要，那我们很安静。我们有吗？你说我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的会长不一样。我现在只是打底。哇，打底！你是舞龙舞狮的年份？有我吗？不是他。我就说是钢铁人了，愤怒鸟，愤怒鸟啊！对，我嘿，哎，怎么会是愤怒鸟？愤怒鸟就是红色的。对啊，我现在发现是愤怒鸟。虎老板好像画的不错，啊，静静看直播。有人说，学人的耳朵也太。对，我耳朵我很，我现在还是很热。从我刚刚差点又爆雷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真的是瞎烂。啊，那个不能说，那个没有啊，那个不能讲。那个就是八个人聚集的原因是什么？你很想讲？我没有很想讲啊，但就是我们问一下股东，这个股东不在。对。笑什么啦？是他们说想要看美术系的杨逸轩评论你们画的鸟。不要吵！如果是杨逸轩，我就说不要吵。所以他就不能叫青鸟。哎，也可以画成青鸟的颜色啊，只是他们两个都没有选择画青鸟。我们两个喜欢的颜色不一，就是这个。就是台词里面不是有一句那个吗？啊，青鸟的颜色，青鸟有不同的折法，对啊，那一样，你的青鸟也会有不同的颜色。对啊，而且大家看我们里面折的青鸟，颜色也都不一样。说可以边画边唱歌吗？不然很像你们累。来啊，唱什么？唱青鸟啊。青鸟有什么？就是那首歌，我们的那个唱。哦，我想一下台词歌词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折的青鸟在身边，期待着谁出现？他用心，哒哒哒哒，全世界就你看不见。你折的，好算了，我投射的眼神没让他救我。还是你要歌词接力，来啊！有鸟的歌，有鸟的歌。我是一只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。好，不唱了，太高。不到。经纪人捏把的喊。还有吗？还有鸟。鸟。不要啦！死啦！没有鸟，要鸟，要鸟。你们鸟在哪？你有鸟吗？就是，等一下，刚才在外面乱剪，就是那个你的歌曲里面有鸟吗？有鸟是是，对，鸟要有鸟，要鸟。以为是要飙高音。对啊，刚刚不在这边。KTV 飙高音。鸟啊。对，还有什么鸟的歌啊？
陈妈妈好像进度不错，不好，我也，而且不给没点。还有鸟的歌，还有鸟的歌吗？大家要提供一些鸟的歌。吓到。鸟的歌吗？你有想到我吗？对啊，请提供。歌词中有鸟。嗯，要听歌。咦、对不起，他都关键真的是，不是因为我遮到手了，然后。要湿纸巾。哦哟。火鸟，燃烧吧，燃烧吧，火鸟。这个我竟然会耶！哎呀，暴露年纪啊！哎，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。黄晨邦零分。飞鸟与人。你骄傲的飞鱼人，我栖息的夏天。越唱下去，他的星星鸟就永远忘。对。青春就像小鸟一样。哇塞，我认输。好，那我们换下一个好不好？我们换下一个主题。下一个主题，可能今天要准备的笑话。今天要准备的笑话，这感觉是你每一周都要对啊，每周必备功课。有没有后悔讲了一个冷笑话？还好了，还好。大家飞鸟和蝉刚唱过了，我是一只小小鸟，唱过了。跟绿色有关的，绿色，绿色就是走哦。有一束光，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字眼？你的视线是谅解，为什么舍不得熄灭？问你这，这是逆光，不是绿光，我唱错了。绿光怎么唱？那个很快。S 一的，绿光怎么唱？绿光出现了一段。声音呐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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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，我不会。那绿色还有什么？绿色就是那个、啊，就是绿色那首歌怎么唱？就有一首歌叫《绿色》，你们会吗？有啦，陈雪凝的吗？还是陈凝雪？那不是什么小酒馆啊？是吗？是什么？气球啊。黑的、白的、红的、黄的、紫的、蓝的、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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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、我的、他的、对对，紫的、蓝的、大的、小的、你的、我的、他的、不的，我都没听过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选择。没听过。那你来个绿色。七彩霓虹灯，转吧，七彩霓虹灯，这个会。转吧。哦，我知道。灯里面有绿色吗？有绿色在哪？他就是讲红色。候鸟不会唱。好，换下一个。陈邦也唱一首。陈邦没有绿色的歌。绿色很难呢。绿色的歌哦。怎么有人说说不痛苦那是假的？啊，那个是绿色的歌词。说。再不好意思，再打下一句。我打下一句，再给我下一句，拜托。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，我怎会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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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把最后一遍，但是先开始刷一排歌词，就是接力耶，好喜欢哦！黄晨邦快完成的耶，但我的有点双面胶稿，对啊，你要双面胶，不要急，
世家不能急了。创作作品不能急。有人说，我怀疑古老板要把所有的颜色都涂在鸟身上。他要七彩小。被发现了，真假的？看来这五彩多姿啊。哦。确定我们真的今天可以结束这一趴吗？你们画快一点。你看明明是钢铁人，好丑哦，怎么办？不会啊，真的吗？感觉是变鹦鹉，头上鹦鹉，真的是气数哎。刚刚就动的时候。很像鹦鹉，对啊，是他就生气了。古老板的鸟好像是变种，还有变种蛙，还有变种鸟。强的，他手有沾到吗？有啊，还好没关系。还在补色，挺可爱。有人说我自愿把古老板的。画的让给大家。哎哎，又不是你抽到。你干嘛？对，奇怪、欸，又不是你抽到，对。来，想要我的，想要我的，来刷一排。刷一排什么？刷一排想要。我要笑死你！我刚刚凶人家，暴走脑古老板。他今天就是一直。气一直气到从戏里面气到现在，对啊，从戏里面气。凤凰哎，哦哎，很会讲。有啦，有人想要啦，有人想要。牛的啦，我跟你讲，牛的，牛的。凤凰认真。你看，好多想要哦，对不对？还有人想要玄宇的。想要。激怒你。他平常不是这样的。气人啊！气邦邦，气邦邦，气不不气不不。怎么有人说完蛋？我不想要，拜托不要抽到。哎，嗨嗨，我们这边是 love and peace 的地方，不可以这样。哎、欸，我要刚刚那个盒子。这个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好，我他连把自己变东西都运用到，当然喽。什么？你们以为这么简单吗？因为他是那个创意面店的老板，要摆盘。对，要摆盘。等一下，我想看，都是脑残吗？哎，你们两个其实都出画了。你就是不要让大家看到。不要让大家看到，让大家看一下你的脸。你们的脸也不在里面，不过他们俩现在都头低低。对。嘿，我觉得很可爱。不会吧？啊，老板是要粘羽毛吗？还是牛？哎呦，可以期待一下哦。吓到。老板是要粘羽毛，所以老板画完了。差不多了。哈哈哈！我看到有一个人留言说：“老板，你的留给刘丽，我们要刘丽。”那如果刘丽说：“抽出去了，太坏了，你们刘丽不是这种的。”有人说：“我想一开始古老板手上拿的那个就好。”你看吧，刚刚就说了，对不对？硬要我们画，不为什么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很努力，很有啊啊哦！嗨哦，好 Q 哦，所以到时候寄给粉丝就这样。对，我下面还要想办法，这样子交给你们喽，交给你们喽，交给你们。古老板是新生代毕卡索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交给你们喽。会不会因为就做我这个鸟，然后大家就说想？对啊，大家突然想要整片。会吗？导哥，导哥是。金鸟变鸡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有人笑啊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
作哦，太好笑了。这个面积太好笑。太帅了！怎么会这样呢、啊？有人说我已经变鹦鹉了，才没有嘞。哪里来的纸屑？纸屑是那个箱子里面的，箱子里面的盒子里面的包装防撞。为什么我耳朵一直很烫？因为你我今天很嗨耶、欸！你现在是拿调色盘在垫脚？对啊，哎、欸，好好讲话。你的心物在教训经纪人吗？对啊，走，我在教训经纪人。是，现在不可以讲什么你的小鸟、谁的小鸟这种东西。有人问有没有附鸟蛋？没有。都要求了，蛋出要我们附鸡蛋。要不要帮助？有人说你们可以互送就好了。哎、欸。你们怎么这样啦？好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那个那些留言的不要留言了，不要抢名额啊！老板生气，一直在生气。对，今天是生气喏，老板。嗯嗯玄宇可以在鸟背上画一个挡箭牌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帮我告诉我一下为什么？我觉得如果不错的话，我会画上去。哎，我们最后两分钟收尾一下。干嘛啦？我们这是什么竞赛题？我们在参加什么节目？还现实？不是，有人说你们已经画半小时了。我画半小时哦。下次不要再安排这种东西了。啊，我知道我要画什么了。我要一个，其实我的差不多了、欸，但是我好像可以再加点什么东西。有人帮我们翻译，还剩两分钟，翻成了日文。日本粉丝也知道剩下两分钟。什么啊？已经29分了，我们今天可以再聊一下下吗？可以。不可以？可以，但。我可以，那你们要画完呢，才可以跟大家。哇，哎，最后一分钟喽！陈邦小乐还帮我们找你。黄晨邦的鸟，我真的是有吓到。艺术家会做，你要给大家看一下你在做什么？在哪些、啊？不要，是要给大家惊喜。等下我们大家还是要展示、哦。Special。你那个笔法、啊、真的是没有看过。是。啊，我的有剩到，这样才会喜欢在牵手画的、啊。这是、什么？我是在傻眼，想说他在干嘛？完全看不到景，完全看不到。好啦，我就这样子了。我觉得我不能再。画面上就想不到在干嘛。哎呦啊！好了，结束了是？ Yeah. 来吧。啊！我们要展示了我们自己的作品了，是不是？他有他的很，他的很精致，精致。哎，那你要不要先介绍你的看起来比较干？我的，好可爱哦，那爱心哦。对啊，因为红色、黄色是我喜欢颜色，然后黄晨邦喜欢蓝色，所以就给他一个蓝色爱心，然后他还有黄色的眼线哦，然后黄色黄就是一个钢铁人配色，他不是鹦鹉，我要你们称他叫做钢铁鸟，就是得到他你就会有钢铁般的幸福，哇哇，好厉害 slogan， 你会得的，太好笑。得到他就拥有钢铁般的幸福，而且他有钢铁之心，好可爱啊！赞哭啊，静静的让大家看，然后他嘴巴是绿色的，然后我看下面，是吧？有人说是黄色的眉毛，黄色的眉毛对啊，很可爱耶，对，真的很可爱。钢铁青鸟，对，这就是钢铁青鸟带来的钢铁幸福。祝大家2024年都我好像要选举一样，反正2024年都幸福。然后我是好，
来，美才。哇，有没有多彩多姿？哇，这青鸟还送鸟巢的，买鸟，不错吧？哇，很 bling 哦 ，bling 的 bling 的，你们看到、哦，非常艺术，非常抽象。那你的是什么？寄过来了。这个、哦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上博物馆级的这种青鸟彩绘，嗯，很特别吧？是老年鸟，青鸟流鼻血，有够，这不是吧？这不是吧？好缤纷，那是睫毛，对啊，蓝色的睫毛。我觉得很美，其实正面看起来很美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看，最喜欢乱讲，大家不要乱讲。大家从怎么办？我没办法继续讲下去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 ，OK，OK，OK。大家可以从上面就是往下看，其实上面的那个坡的那种状态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赞哭。只能说我不要了，让给大家。还是我可以自己要吗？大家都不要，让我自己要这样。我自己是蛮喜欢，我自己是蛮喜欢。小乐好坏，小乐说这个要送给玄宇，我觉得我是蛮喜欢的、啊。我觉得你的棒啊！我跟你讲，黄晨曼的东西，它就是会有它的特色。意境。你想，那只变种蛙跟这个，好看啊！赞，好看。很细节，很细节、欸。而且你这个是什么？一个，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，就是你这边的发想是什么吗？它那个黑色的部分，还是就不小心滑到？哦，没有，这个是其实故意。其实我是在想，它因为大家会觉得青鸟好像就在天上飞，但其实它在地上也是一只青鸟，就是它在丛林里面不是青鸟的概念，就是它不管在地上还是天上，它都是青鸟。对，所以找寻青鸟的们，大家们不一定要。一直在天上走，在地上你都找得到哦。对对对对。哦哦，哎，突然，我刚刚原本要回他说一脸正经说鬼话，结果没有哦。这个我喜欢。好啦，错的。他现在是不是在想要怎么抽到我们这两只鸟呢？不好意思，我看一下大字报，因为有点也很酷。哎，我们到时候会签名吗？要等它很干，再等它干。好的，好的。接下来大家竖起你的耳朵，如果你要得到这两只钢铁鸟跟就是天上飞地上爬，就是幸福 anywhere 青鸟的话，要怎么抽呢？活动时间即日起至明年2024年的1月31号，那就可以我们会抽两位，各获得就是其中一只。那活动办法呢，就是你必须要到 Story Plus 里面购买到保留席位幸福青鸟的 DIY 彩绘组，并且要分享你自己彩绘的青鸟在 IG 的贴文或者是限动，然后标记 Story Plus 还有 VBL 的 YouTube。 那你也可以标记我们两个，但我们两个不是规定内，我们也想看看大家画的怎样而已，你就可以获得抽奖的资格。那公布的时间呢，会在明年2024年的2月2号，在 Story Plus 的粉丝专页还有 IG。对，那好像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写说，订购的时候是可以选择代工彩绘的。不过如果你是代工彩绘的，就没办法参加这个活动，因为我们希望你有你自己的青鸟，所以想要这两只青鸟的观众朋友，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，你想要自己体会怎么彩绘这些，然后。想要回去让自己的小孩、自己的亲朋好友们一起在接下来的聚会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话，欢迎到 Story Plus 的网站去购买这个网站购买这个，被杨逸轩传染了啦，还要怪人家。对，然后详细的资讯应该都会公布在官方的一些东西上面，到时候再知道。代工彩绘的人是陈芳吗？我会哦，我去那边打工，那边打个工。但找我因为要有手工感啊，对啊，找我是没有办法抽这两只青鸟。
代工是没办法抽的，一定要大家自己画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想我们其实也很想看大家心目中的青鸟会长什么样子。是的，青鸟真的是百百种，并不是只有蓝色，它才是青鸟，我也是青鸟，它也是青鸟，没错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们要抽奖。抽奖了。好，那青鸟的部分就先到这，没关系，我们先放这。考他们的名字。太难了啦！我刚刚这个奖很长哎。可以吧？不可能。看看有没有人答对。你说什么？珍贵礼物哎、欸。抽三个、哦。啊，这么好，那我们的嘞？你们的下抽。好了，小编说要抽这三个，一个一个一个，要吗？要的加一，刷起来，刷起来，没有没有，这刷那个，这是这，就不要，我们不要讲价钱好了，十块，上车，十块上车，三十五上车，有没有看过这个吗？没有，咻，三十，然后都看不到东西，三十，一个，三个，那是做效果吧？没有，是认真的，卖东西，卖超多，这么快。其实他一个人都能打满100多个。对，哇，好啦，那刚刚那个是青鸟的抽奖规则哦，就是青鸟不在这一次的抽奖过程。对，终结章，终结标。好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抽的是这三个我们今天热腾腾的周边。那刚刚小编有说，就是。一个题目，但我觉得偏难欸。你有其他题目想要要？就这个了，真的假的？就这个。我觉得那这个你，他的名，他就是他是什么？就你刚刚说的。我刚刚讲什么？我自己都忘记了，我找不到正确答案。啊。好。有人回答。真假的？已经有人回答，没关系。好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抽三个 是？没有，先一个，我们一个一个抽。对，好啊。等一下，我们先不行，这个等一下这个问题等一下，最等一下再出现。我不行，因为现在已经有人回答了。好，那我先出一个，那我先出一个问题。好，你出一个，那我们古宅的问题。好，送出古宅哦，古宅后面牛肉面哦。对，好，那牛肉面这样的，我再打开吃。没关系。哦、sorry, 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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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没事。这个是牛肉面，古宅，哎，这个好可爱哦。先不要照进去。好。这个题目是什么？他在想。好，我画的青鸟，我画的青鸟，它的尾巴是蓝色跟什么颜色穿插的？有够难。太难了吧。我自己先看。我画的青鸟，它的尾巴，青鸟的尾巴，它是蓝色跟什么穿插？不是紫色，不是彩色，好难，一个很明显的颜色都不是。哪里啦？哪里明显？这个啊，对，是这个吗？不是、这个，不是，不是，是这个吧？不是，不是，这个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哪个？哦，真假的。来，大家先把七彩颜色开始可以打上去。你要蒙，又蒙一下，这绝对是少量。是真的，只要能答出来那个，就真的可以拿到这个，因为超难的。现在还没有。No, 还没有。No, 蓝色跟什么颜色？跟什么？还是你给大家一盘让大家选？不行啊，他们都已经猜到了，因为大家都喊的。还没，不是，不是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大家。欸，这是。真的有点难，这真的很难，但我觉得很好玩。我下次要问这种超级难的颜色，肤色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绿色不对，快点把我们刚刚讲不对的都。现在目前还没有人答对，橙色不对，白色不对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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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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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有，还没有出现，都还没。黑色要流标了吗？那流标了吗？黑色，好呀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咖啡色啦，有没有咖啡色？有没有它的尾巴是咖啡色？
Yeah, 是咖啡。嗯，好了，就是这位，大家真的是不敢相信。Steven 是腐女。对啊，腐女。嗯，恭喜恭喜，不是抽我这只鸟，是抽顾家牛肉面。好，那咖啡色啊，咖啡色。好，换你了。下一个，嗯。怎么了？没看到，欸，有，因为有人说他前面就打，但是我没看到。哦，我刚刚也没看到，欸，嗯，我们这边没有。啊，对啊，我们为什么？以我们这边看到。哦，好 ，sorry 说，啊，欸，等一下，妇女说他要让出。哦，妇女要让出。好，那第二个打的有吗？有第二个咖啡色吗？你往上跑有看到？哦，有这个。验账号群。A G O。WANWAN 有我找到了，好，他有打咖啡，恭喜好接下来要送的是，很可爱的青鸟，然后不是送啦，抽啦，没有送不了，然后后面有 VIP only 这个的话问题你选一个，你要选一个。请问我们两只鸟叫什么名字？三二一，开始。这刚有人已经讲出来了，好难哦，这个也超难。这个大家会打到，现在在拼手速。有了。钢铁青鸟，幸福 anywhere 青鸟，答对，它是 YIBO-MIN。好，恭喜，没错，哦，然后最后的大魔王，最后大魔王，你们的脸，最后大魔王，嗯，大魔。我们就来问最老套的问题，最终回一起看的时间三二一，一，这很快哎，欸，第一个哦，第一个，真的冥王是，哇，有了。以我们 YY 那个 VBL 的账号的顺序是 HUANGEL.-05 0815。零八一五。坏掉了。Okay, 恭喜，赞了。就好像大家看到的顺序会不太一样，就是先跟大家说抱歉，我们就是也只能以一个统一的，对，所以我们是以 VBL Series 的这个频道的顺序为主。没错的。对，但没有就是抽到的也没关系，就是大家真的有喜欢，然后经济许可的话，记得可以到 Story Plus 的官方网站，还有我不知道他们线下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购买，但就是到官方网站，还有那些一定都会有相关的说明，大家就可以买到了。然后还有就是手绘版的青鸟，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去真的买，就是我觉得蛮不错的啦。我们刚刚真的花了一点时间，也很安静。你的小孩如果画这个也会很安静，你会收的很辛苦而已。OK， 好啦，恭喜大家！截图一下，截图时间。截图鸟吗？截图青鸟吗？截图你们一起。哦，那我们他们拿着青鸟吗？可以拿着啊。我想拿这个。可以啊，好啊，也可以。我喜欢这个。我拿了青鸟，我非常喜欢我的作品。好，非常喜欢。我要拿它，那它可以叼住我的琴。小心不要脱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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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你要用尾巴，我知道了，你很聪明，哎，我也是想要。我先不要。老板已经准备好了，而且很定格。他已经定格好了是吗？来，截图。做。截图时间。
青鸟，可爱的青鸟。好啦，希望看到这个 moment 的每个人。现在线上203加我们两个，加还有我们现场的哥哥姐姐们，现在看到这个画面的钢铁青鸟，还有幸福 Anywhere 青鸟，在2024年会把这些幸福送给大家。大家2024年 long 幸福啦 ，long 幸福啦，耶、yeah! ！明年见。哦、oh, ，对，我们就明年见喽。如果接下来好像还有放假2天，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干嘛的话，很想我们的话，记得到 VBL Series YouTube 频道，然后把我们的把游戏位从头到现在第7集再看一次，然后第8集我觉得很好看，第9集真的不用说。不用讲了，第9集我们刚刚看到少女尖叫。我们在拿小蓝胖抛弃来一起拍。为什么？不要小蓝胖。小蓝胖被抛弃了。小蓝胖没有被抛弃啊。他出镜率。他出镜率巨高哎、欸。要再拿这个是？很不想哎、欸。干嘛？要拿这个。好了，我们还是那我要让他们一起。你的呢？你要不要？把你的，你他办法拿吗？鸟巢。那鸟巢。耶！截图时间。截图时间。OK。好啦，谢谢大家。我刚刚有看到有人说要虐，其实我觉得每一年都这样，就是你人生一定会有低，才会有高。就跟保留席位一样，我们也是有的时候古静跟流利的爱情也是会往下走，但是往下走是为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冲更高。没错没错，所以祝福接下来大家2024年新年快乐，然后把我们的幸福送给你们，然后大家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幸福。那我们新年快乐，明年见。明年见咯，最终会一起看见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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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去关。